已经出道13年的林俊杰，兼具明星特质和演唱实力，诠释的细腻度和。姐姐林俊杰凭着独特清亮的嗓音和超强的创作功力，今年再度在金曲奖上受封歌王，外界都好奇 JJ 下一步的动向。早前 JJ 表示，因为实在欠了太多歌债，因此今年将休息一年不发片。不过近日有大陆媒体报道， JJ 今年不出新专辑的原因是因为要帮大陆女团 SNH48 总决选打造新歌。据悉 ，SNH48 第三届总决选的 TOP 成员作品，这次将由 JJ 亲自操刀，成为继陶喆替该团体制作新曲之后，第二位替他们量身打造歌曲的天王。对此，林俊杰所属的华纳音乐证实确有此事，但也特别强调，去年底就已经交歌 ，JJ 并非因此才暂缓发片，而是因为今年推出了纪录片和单曲，还有 JJ 要还歌债，忙翻了。